法师、诸位同学，真侪。请看啊，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135面啊，135面，都算第五行，对化现其心观起啊，化现其心。犹如电光，微色润湿为云，真烈难思，何能化现？诸大师为度众生，化作种种身形，应动之所，是显电光。菩萨令有一念之境，普济十方国土，上供下度，平等普照，亦无优劣亲疏，不我彼此之分。到这是一段啊。这两句经文演示出我这经上所讲的无住信心啊，念公老居士引用行为学论第十观里面两句话，心力难思，何能化现？心力是心通力，发心菩萨从已经证到三明六通。伊个若君个能力完全恢复，但会看到变化界与空界，会看到铁法原底，就是一切法的根源。对法相上也看到法性，头前有讲咯，通诸法性啊，呀，伊一丝毫障碍都拢无。用现代这个科学的名词来讲呢，伫宏观世界你也看到。变化界、虚空界，啊，科学家做未到，伊拢看到咯，无容易去的。对啊，微观世界，今仔日量子力学看到物质的本质。啊，所有一切物质的本质是意念累积连续的幻想，这阿弥陀菩萨大家拢看清楚了，也唔免用仪器啊，而且会看到意念是安怎发生的。啊！现在量子力学家对这个意念对倒位来的呢？安怎发生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呢？也无讲清楚。
这个佛地大乘经教里面就讲啊真清楚，你看迄个眼见偌厉害，主要知影，佛菩萨啦，甲咱示现呢，这个顶顶拢是咱家己的本领啊，咱就有啊。所以《华严经》上佛一个一再讲啊，一切众生本来啊是佛啊。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，这话佛的经常拢讲过啊，是真的不是假啊？为什么会变作这款的呢？华严经上有一句话讲：“但以妄想执着力啊，不能证得。”那你麻烦就伫这地啊。如果咱那会当啊，甲梦想分别执着个放下呢，甲伊抛弃呢，安尼智慧呀、德相，就甲佛完全共款啦。这个心力都是啊，灵力啊，六根的灵力，眼的见，耳能听，鼻能嗅，舌能尝啊，心能触啊，迄、那个境界啊。啊，拢是啊，变化界、虚空界啊，这大诶能量啊，这能量不可思议啊。现在看家可能讲，啊，人诶念力咧，都是心态啊。这个念力的能量啊，非常大，不可思议。人啊，就是讲啊，得到真严重的病，会当啊用念力来恢复正常啊，有这么大的能量啊。我阿卡嘛有讲啊。这个念力的能量，尤其是集中的这个啊意识啊，集体意识，就是不是一个人的，有一群人，有几十个人，有几百个人，大家做伙，把这意念集中，伊讲这个力量非常非常的大，会当改变环境。日本冈本博士做一个实验，日本的这个吉皮鹅啊，去日本去旅游过啊，我相信一定会去看这个大鹅。这个鹅真大，就那大海同款。鹅里面有一个海湾啊。这个海湾是变成死水了，这水未流通20多年了，这个水真垃圾啊，就是说这个小湾的水啊真垃圾，而且气味啊也真歹味。啊，冈本博士抓100多人，请一位老法师伊甲我讲，90多岁是一个老黑心，带到这个100多人，大概有150、160人，啊，伫这个海湾做祈祷，祈祷真简单啊，要求大家伫这个祈祷这个时间，伫祈祷1点钟，这个、1点钟，把所有一切的念头拢放下，就什么都无得想。用清净心只想一件代志，就是想讲这污水清气咯，想污水清气咯，所以咱也讲污水啊清气咯。大家最近来讲，最近来想，你看就这简单啦。污水清气咯，污水清气咯，我爱你啊！污水清气咯，就这句话啊。
对着这个乌水讲一点钟啊，啊，伊就离开了。三天以后啊，这乌水真正清气了，气味无去了。这个信息，日本的媒体、电视拢有做报告啊，真不可思议啊！真正清气了，保持偌久呢？保持半年。啊，冈本甲这个故事啊，甲我讲，我甲伊讲，最好你每两个月去祈祷一拜，迄、那个湖水就永远清气咯。你看祈祷一拜啊，是会保持啊半年。若果两个月去做一拜祈祷呢，这个水敢是规日通天拢会清气呢？这个实验嘛。我们真大一个启示，也将量子力学家因啊所发表的这个理论啊，啊用这个事实来证明了，就是集体的意识的力量是真大，会改变环境。啊，那现在地球出毛病了，四季你甲看麦，火山爆发啦。啊，水灾啊，火旱啦，地球的温度上升啦，有办法来改变无？有啊，会乎地球恢复正常啊。这是量子力学家甲咱讲的，伊也是有数据的啊，这是非常科学的。伊用地球上的这个人口。1%的平方根，哎呀，计算1%的平方根，全世界人口大概也较无这个啊8000人，1%的平方根啊，哇，一句话讲，如果伫世界上有8000人，真正断恶修仙。放下贪嗔痴慢，学习伦理道德，起心动念，甲一切善法相应，啊，甲这个恶法拢种拢放下。求上界灾难拢无去了，这是啊，8000人啊，应该会找到。不一定做伙，集中做伙无需要。你就讲伫家己啊，徛诶环境，你去做就会用你。啊，通过媒体、网际网络、会星，即款诶来找8000人，应该是无困难诶。志愿报名，看啥人来发起啊？啊，志愿报名，伊诶名字、性别。年龄、职业啊，要求伊啊，真正回头是岸啊。佛家所讲的放下贪嗔痴慢，佮加着中国传统的这个言，放下万分恼怒烦，哦，心地恢复到纯净纯仙。最后，也加《地主规》《感应篇》呐，啊，实现业道100%落实。那这款的人，全世界有8000人，世界都有救咯。所以，咱伫遮号召咱正宗同学啊，咱来到这世间要创什么呢？来行菩萨道的啊，来救苦救难的啊！你看世界上灾难这多，咱肯发心无？啊，量子力学家提出这块的一个建议，
我感觉是真可行的啊！啊，正宗东汉啊，既然为三宝了，就应该放下自我，放下自私自利。啊，咱讲经这多年来，跟大家放下十六利啊，啊，名门利用。自私自利，我要六点谈钱七万，我讲七十六亿，真正放下了，咱来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将这个功德也回向乎这个地球，希望地球上所有灾难拢会当化解。啊！我这摆对香港来这边来，啊，以前香港嘛调集了一百外个正宗的同学，啊，咱到顶法院修玉和敬，嘛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地球上真正有八千人。拢会当啊，修了好境，真正放下，自私自利，名门利欲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，灾难就会当化解啊！地球有救咯，就是讲，真正是有啊，八千外个啊菩萨都来咯。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，地球上现在有65亿人的这个关系啦，这个八千人敢会用你呢？那你侪人拢在作孽，拢在作恶，八千人修仙，敢无效果呢？有同学问我，我甲回答讲，可能是有效。为什么我讲可能有效？中国古人有一句成语，我想起来了，会当解释这个问题，解释这个疑惑，这个成语叫做“邪不胜正”啊。60多亿个人，伊思想邪，言行邪，啊，邪知邪见邪行，就八千人啊，正知正见。虽然人数少，邪不胜正啊，就八千人的这个意识。会转变整个世界灾难，咱愿意做无？愿意做啊，就真正爱发心，爱甲这个自私自利下掉，唔通逐工定想要趁钱，想趁钱灾难就会来咯。啊，钱够咯，灾难对钱斗阵来咯。咱也卖，名门利用啊，拢总甲放下。啊，每天啊，顿饭食一饱，衫有通穿就好，有一间厝啊，通遮风避雨，有足咯，地足上落啊，什么都拢无求咯，有世界和平啊，有社会和谐啊，咱看这个两组联合家这的建议，咱来做实验来看卖，会用呢未？看有效果不？这都爱有人去啊，联系啦，来统计啦，大声来报名，来看这个全世界是不是有八千人来报名呢？啊，看到这个症状，还会有兴趣啊，来啊做些工作，
啊来插头啊。因为我看到啊，这个啊江本朴司啊，啊基本学的实验呢，我感觉真有可能。你看东京，迄个范围偌大，偌侪人就业，一百几十人，大概啊一百五十多人，一点钟会祈祷啊，会产生遐尼大的效果。真正有八千人回头向善来讲呢，这个力量太大了啊！这个集体意识啊，我相信啊，真正有可能。用做科学家讲的话啊，不是假啊！大家来试验一下来看卖。这是讲到心理难书啊，每一个人的心理啊，就是。用军的能力，那你比学心易啊，六六通啊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大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、道尽通，这个能力啊，因啊，拢恢复咯。所以，个人发现啊，有这个能力。会当伫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众生有感，因就会有应。啊，用伊什么心得到，伊就现什么心。完全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。啊，这个菩萨伫咧做啊种种化学的时阵，有起心动念无？无啊。绝对是无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都无啊，当然骨卡未讲有分别执着咯。啊，化现伫人间，真就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啊，应现伫这世间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有动过这念头无？无啊，无起心，无动念啊！无起心动念，为什么会当实现呢？为什么会当讲经，会当说法呢？你这个世间给咱表演了八十年啊！啊，对于老大人出生到完结。这八十年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代志啊！有经常有这事故叫做翻逆如是啊，你本来都是安尼啊，确实是无起心动念。如果起心动念，啊，伊都是凡夫，伊都唔是佛菩萨咯。啊，这叫做难书啊！下面你甲看黄连祖啊，老居士解释啊，诸大师为度众生，这句就是啊，众生的这个感应。啊，众生有感，伊就会有应。啊，咱对这心念头，就算我这个心。内底有精神，有受想行识，咱这身体是一个发射台啊，嘛是一个接收的台。诸佛如来啊，就是讲伫咧上集讲，上集讲无身体啊，你也无精神现象。伊也是万事万法的理体啊！你会接受未？会啊！你会发射未？会啊！
伊诶视线就是发射，咱诶意念，咱有困难啊，求佛求菩萨，这念头无论是有意义啊，无意，有心无心，伊拢收着咯。一记迷失念头，咱家己都袂当觉察着，伊迄个已经收着咯。伊嘛是一个啊，那像。是一个啊，总站共款啊，啊，咱是各地分站嘛。整个宇宙就亲像是一个联络的这网共款啊，就现在这网际网络，速度啊比网络更加紧真多啊，你无办法比的啊。电磁波啊，甲光波啊，迄拢无法度人甲伊比啊。你看黄文观顶面，圆修大师根据华严教义甲咱讲的，无论是物质，无论是精神，伊拢有普通的现象。本身啊，伊是会当啊，会接收，佮会当啊发出。速度真紧，在西三边内面有甲人讲，周边法界啊，念头遮动啊，就周边法界啊，这速度有偌紧呢？为什么呢？伊清醒啊，性无时间，无空间。啊，无时间就无前后，无空间就是啊，无横棍。所以念头就动，全部知影咯，变化界、虚空界拢嘛知影。佛在大师是自在一位发心菩萨啦。伊那主宰是不种念头啊，诸佛如来啊，伊主宰上一公净土，拢有圆满的神通道力。啊，咱学佛无别项，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想成佛啦。成佛有什么好处呢？咱的智慧、德能上好，全部拢恢复咯，明心见性啊。咱也嘛有能力甲伊同款。会伫变化界、虚空界化作种种身形变化，就要知影发心菩萨无相啊！啊，无心相会现一切心相，咱啊，这个心相接触这个心相，就袂当变第二个心相。啊，咱内边是安怎变未出来呢？接着这个相是我，拄这个相还拢唔是我，初修错地即地啊，所以佛家的修行，头先咧就是爱破一关呐、啊，这叫什么心坚呐、啊？唔通过再啊，接着这个心是家己啊，是头一关呐、啊，你一关也破咧。你家真正进佛门咯，小乘叫做殊陀丸，大乘呢，在《华严经》上十信为诸信菩萨啦。我接到这个信息，我一年级啊都未当入去啊。这个火定真恶化入去啊。
每个在接着这个新神话，这个火顶就滑入去。新建婆罗，边建婆罗，边建是什么对立吗？和学家讲相对论啦，相对啊都是边建。嘛，就是佛法内面讲的，伫自性内底绝对是无对立的。啊，入门啊，都要有具备啊，这个条件。你看，众生甲佛是对立的。迷甲我是对立的啊。唔甲君是对立的啊，前甲后是对立的啊，前后对立就是时间出现咯，唔君对立就是空间出现咯，拢是假啊。你都会来咧对边界内面啊发生咧，只要你有边界，就有这物件，边界破了就无咯。修行初果。把这五种错误的看法拢做放下，放下并无讲真彻底啊。彻底放下到什么时阵呢？到初诸菩萨，啊，就是讲这个初故啊，这啊，初故啊，大乘。初心为开始放下，放下一分就得到一分利益，放下两分就得到两分利益，放下十分就得到十分的利益。这是印光大师讲的啊。阿佛过去张家大师跟我讲。凡夫成佛，最妙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放下，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，放下就提升咯，境界就向上提升。对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这个方法啦。啊，先对放下开始啊，放下一点啊，你就看破更加深。然后看破帮助你搁再放下，放下搁再帮助你看破，就是这个啊，相辅相成，对初发心到如来地，这叫做啊渐修。慢慢的给写，亲像闭关老同款啊，菩萨啦，五十二个阶级，上个顶面就是五十二啊，五十二这叫做妙觉位啊，这是圆满的佛位，是上一功。这个五十一个，头前啊十信，第十法界。无出十法界，初住啊出了十法界。初住以上是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顶格，这四十一个位处啊，住伫倒位？住十宝庄严土啊，这叫做法身大师啊，即个讲的住大师、法身大师啊。因的智慧啊，神通啊，道力啊，啊，上好啊，拢嘛是圆满的。啊，变化界、虚空界内面的众生，只要有感应啊，都会有应啊。
啊，咱若想佛，咱念佛，伊就会有用啊。啊，咱逐工念佛，逐工想佛，那想也无感应啊。有什么原因呢？张家大师啊，无等到我问这个代志，你知我怀疑啊，伊啊主动就甲我讲出来了。伊讲你求无感应的时阵，唔是讲无感应，是因为你家己有业障，你的业障啊太重，所以不破塞迄个感。哦，你的这业障障碍着，也袂安怎呢？业障参毒，障碍都无咯。这个时阵，伊甲我讲一句话：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！咱今仔日求，这个地球上唔通产生灾难，会应未？会应啊！咱若要有求，希望太空当中这个星球运行，毋通偏离轨道，做会到未？做会到啊！这个、力量偌大！有求必应啊！咱哪有信心啊？老人未欺骗人啊！我有岁时阵26岁，将个大叔65岁，祖父辈老人啊，伊哪会讲骗我呢？无理由骗我，所以爱相信啊！佛骨确实未骗人呀，佛根本都无起心动念啊，伊哪讲骗人呢？咱爱真正相信啊！你看伊啊，为着了这个啊，多都是帮助这些苦难众生，化作种种的善行。这是啊，随众生心，应受之量啊。行动之速，是闪电功啊。是用闪电来做比喻，只会让比喻这风火，是这速度。用什么物件来比都比未出来，为什么呢？这个、世间所有物质现象，甲自性内面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波动是无办法比的啊，因为。自性的波动极其微细啊，伊的波动立刻就达到了变化界、虚空界。现在咱知影咯，物质现象内面速度最大是光速，一秒钟30万公里。天文学家用这个做牛天笑，这个星球的距离咱地球偌远呢？用光的速度来牛呢？这个速度叫做单位，叫光年，就是光的速度，一秒钟30万公里，这个光行一年，就叫一个光年。古里咱上界近的星呢，大概啊，拢是爱3、4个光年。远的星啊，有几落百个光年咯。这是现在咱用一般望远镜可以看到的。
要搁较远诶，迄都爱用天文望远镜，你会看到搁较侪啊。距离咱这个地球太远太远了，你的光真强啊，距离太远了。但是呢，咱的念头在叮当，就变化界虚空界拢知影了。唔是啊，光的速度，唔是电磁波的速度会当来改变，伊太紧了。而且生命的速度阁非常紧啊！这念头啊，菩萨出胎经里，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：“是妙所念，就是讲六道内面的这个凡夫，伊心内起一个念头。”我问弥勒菩萨，这个念头内底有偌济细念呢？我问讲有几念？有几相？有几色？你看问了真妙啊！相是什么呢？相就是物质现象，色是精神现象。问个足好个啊！什么所念？这念头内底几个念呢？几个色念？几个相？几个色？弥勒菩萨回答讲：一等智啊，有啊，有32亿8000念，32亿啊，单位啊是八千啊，八千啊就10万。乘32亿，320条，有些一单字有320条的念头，念念生形，这是答复世尊问的相，形的形中不是现象，你是看得到的。念念生形啊，应该有色啊。这头佛问的有几色？色什么？受想行识。或者心经讲的啊，我问啊，色受想行识，色就是形，受想行识就是色。安怎三心呢？就是普通啊，就是一念。啊，这个一念不是心有所念，心有所念已经啊累积了偌济呢？你看看，这一单字无定着咱科学家会当啊发现呢，在这紧的速度当中，物质现象发生了，但是这发生也就免了，太紧了，比啊这个闪电更加紧。啊，闪电那里看到啊，这个咱看未到呀，伊太紧咯。你甲看麦，如果讲可能看到，就一单子的时间，一单子大概闪电的时间，已经是偌侪细念咯。320条啊，用这里下加工的这个啊。啊，咱听到门根拢会藏起来啊！真正是何伊啊？发现咯，伊讲物质是甚物？是意念的累积啊！真侪真侪意念的累积，伊无讲偌侪。弥勒菩萨讲的是公尺数里一单字，这长的时间有320条。
这侪意念累积，连续产生的这个现象，都是物质现象，你看到了。如果是这念头两个念头，你绝对看未到。累积到啊320条，你才看会到。而且这个物质现象内面有受想行识啊，色受想行识永远是分未开啊，永远是一体啊。所以冈本博士用水实验，发现水会看、会听、会了解人意思，水是物质现象，又见闻觉知啊。有受想行识，见闻觉知是自性内底有诶啊，是相即功内底有诶。相即功无精神现象，也无物质现象，伊会现物质，也会现精神。慧能大师啊，见性诶时阵啊，向五祖提出报告，伊诶第三句讲啦。无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伊讲这句话啊，无想着自性啊，自性什么现象都无啊，但是也具足，伊一项都无缺。哇，这句话讲，自性内底有物质现象，有精神现象。不过啊，伊无现啊。都得言那就会现咯，言是什么？动咯，结机啊，密色真动，这些动，哎，像经教内面啊，佛甲咱讲呢，阿赖耶出现咯，阿赖耶是对倒位出现呢？是啊，自性内底变现出来，那是妄心。不动的时阵是真心，动的时阵是妄心。阿赖耶出现了，阿赖耶现修法界已经庄严，阿赖耶变现了。所以这宇宙啊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啊，对于都来心现色变的啊。这些啊，在圣教内面啊，甲宇宙人生啊，万事万物的元气讲出来了。所以，这众生有感，有菩萨啦、啊，对啊，有应咯，化作种种身形，又就应。耶啊，速度真紧啊，无法度人想象的啊。菩萨能有一念之境，普及十方国土啊！这就是梵观上讲的三种周遍啊，一念之境周遍法界啊，一念之境诸生无尽啊。普及十方国土，诸生无尽。啊，诸佛菩萨伫倒位呢？甲诸位讲，就在当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伊无距离，伊无空间，伊无时间，就伫啊，此时就在此处。所以啊，伊现个遐紧呐，上将啊，下多伊来创什么呢？上将祝福，这是什么呢？身形啊，伊来表演的啊，身高啊，下多是眼高啊。先做一模样给你看，做是什么呢？孝顺父母，
尊师重道，伊拢做出来互你看，没用讲话，平等啊，普照。啊，平等是讲伊啊，哎，无起心动念，伊无分别执着，即平等啊。啊，普照，我是普遍，无阶级的，变教法界，这都是三种周边后面的一句。阿明朋友啊，那那以后我们来对你个看，有了这两句话，心包太虚，两就三界啊，都是这个意思啊。平等普照，都是心包太虚，两就三界啊。变化界、虚空界，甲家己也是一体啊。平等啊。这个教也会让公司照顾啊，智慧一定上好，平等的照顾一切众生，上对十法界佛菩萨，下到阿弥陀佛，全拢照顾到了啊，众生会当接受偌多呢？那是家己的缘分咯，伊也将亲的人啊，这是袂丢啊。乾坤亲好的人啊，伊就会接受着。所以啊，知影诸佛菩萨是平等普照啊。咱啊，每一个人拢接受的利益，是咱会接受，咱会接受去啊，有问题咯。有接受器真好，有诶接受器有故障，有故障啊，哎，伊都收未着咯。所以啊，咱知影咯，然后修仙呐、啊，即个仙棍是偌重要诶。你伫这顶面来用功夫，你找啊，或者信息啊，你就真容易收着咯。帮助你智慧德行的成长啊！有无有乱情疏啊？无我彼此之分，法界啊！那你用现在人的话来讲，原本都是一个爱啊。爱啊，是性德的核心。所以我学佛，我向李老师请教，啊，讲中国古圣先贤，像尧舜、文武、周公、孔明。是不是有可能是诸佛菩萨在中国示现的呢？中国人有感，佛菩萨就来示现，都来应咯。我提出这个问题啊，老师给我回答讲：理想讲会通，思想无证据。那、啊、这回答嘛真妙啊！理想啊，讲会通，这会啊，大圣大贤，在中国这大圣大贤，真侪话甲佛经相通的啊。你看咱老祖宗讲的啊，无论。还有一条
辅助有亲啊，亲爱啊，那就是啊，圣德的核心嘛。中国人伫全世界是真侪外国，我拄着真侪啊！啊，真正有德行、有学问，拄着这些人，因研究过中国历史，研究过中国文化，拢佩服啊五体投地。尊敬啊，佩服啊，尤其是英国的藤文碧博士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推崇备至啊，甚至有讲出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明学说甲大乘佛法，会讲出这款的未来啊。英国的历史学家，中国人也有智慧，中国人了解啊教育，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方法，有教育经验，有教育成效，人讲的真不错啊。中国教育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就是辅助有亲，哎，是啊，亲爱啊。教育的目的呢？第一个目的是种亲爱，而且一生当中都未变质，就教育成功了。第二个目的呢，把这个亲爱发扬光大，你爱你的父母，爱你的兄弟，搁扩大爱你的家族，爱你的邻里乡党，爱社会，爱国家，爱民族，到最后凡是人皆属爱啊。啊，把这个爱扩大了。老祖宗甲千年万世后代归纳起来的目，未出啊！这十二字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甲中国传统文化全部啊拢包括咯。你看这十二字，十二字的核心都是爱啊！这十二字每一字。用这爱来对流出来，也本体就是这个爱，所以中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，这咱来了解啊。你爱人就袂去害人啊，啊，讲关系呢？中国儒家嘛有啊，这个意思，但是儒家讲得咱是更加清楚、更加明白。老子讲了：“天地吾我同根，万物吾我一体啊。”这个呀、啊，甲《黄文观》顶面讲的，敢是同一个意思呢？啊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甲我是什么关系？一体啊，这是讲关系是伦理啊。儒家咧讲伦理，讲到究竟圆满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甲家己是一体，所以咱这个爱，就爱爱所有的动物，啊，爱所有的植物，就把花草啊，爱山河大地啊，爱爱。以空法界啊，为什么一体啊？你看这个爱偌大，
啊，比凡是人该受爱范围，唔知得大偌济倍啊！变化界虚空界，佮包括无共位处空间，啊，咱啦拢是一体。确实是爱心变化界，善意满人间啊，这个社会要有什么问题呢？社会安定和谐，幸福美满啊！咱若住伫即个星球啊，肯定就亲像佛甲咱呐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尽善尽美咯，无一丝毫的灾难。西方极乐世界。咱呐，这个、经常讲啊，真清楚，是清净平等觉，变现出来呀、啊。啊，但今仔日这个世界麻烦真大，什么物件变现出来呢？贪嗔痴慢疑呀，杀。都饮梦酒啊，这那现在世界啊，所以啊，社会动乱啊，地球啊，什么款的这些灾祸拢会出现咯？啊，那宁静去思考。拢是自作自受啊！真正从清楚、从明白了，未过在怨天尤人了。怎样？什么自作自受啊？未改变呢，一定啊，哎，对心态上来呀、啊，改变起呀、啊，这个不善的心态应当。都爱放下，古今中外这个圣贤啊，诸佛菩萨教导咱呢，十善业道啊，转恶为善。转十恶为十善，问题就化解了。啊，转恶为恶，转凡为圣，你呀、啊、就超越了。转凡为圣，超越十法界；转恶为恶，超越六道轮回啊。啊，转恶为善，咱这个世间所有灾难问题就化解咯。啊，真相信，唔通有丝毫怀疑，怀疑是根本烦恼啊！根本烦恼有六个：贪嗔痴慢疑。背后一个恶见，所有错误的这个看法，看错了，这六个根本烦恼，一个疑啊，对圣人唔通怀疑，对佛菩萨唔通怀疑，为什么？因那是平心见性的人，哪有错误呢？
啊，咱只是有一点仔小聪明的尔，无智慧啊。啊，咱用咱的智慧去批评这圣人，这罪过真大哦。那亲像一个无知的少年人啊，啊，小学生啊，就咧批评孔子咯，那罪过就重咯。所以，这个根本的烦恼，迄个疑，不是普通的疑惑，普通的疑惑哪会讲藏伫即地呢？对有啊，圣贤教诲的疑惑啊。对呀，圣人啊，修行啊，成就的疑惑，这个问题严重了。你家己的疑惑无所谓啊，啊，你受害不过是对三途尔。如果影响到社会大众，那个罪就真深了。你爱啊负担这个因果责任吗？所以菩萨在这世间就是上界好的朋友。你看上供，这都是教人有圣贤，有圣贤教诲，要知影尊重。唔通啊，轻视啊老祖宗，老祖宗真在智慧啊，德行比咱较悬呐。咱今仔这种科技啊，你老祖宗看起来就是雕虫小技，无什么啦。对这个世界敢带来有好处呢？不一定啊。你看现在世界上这么多灾难，拢嘛是科学技术所带来啊！唔知影讲，整个宇宙是一个有机体啊！该在啊，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咯，那无发现啊，佛教永远会予人看作是迷信啊！现在怎样咯？就麦花草是有机体啊，伊会看会听，了解人的意思。啊，你随便去甲错咧，伊敢袂分离咧？你爱伊欢喜的啊，你随便甲教他，伊会分离啊，分离啊，伊就会报复啊，伊生出来物件拢有毒啊。你这就会破病啊，这是不好的啊。山河大地嘛是有灵性啊，有机啊，你讲恶空啊，欠一点啊恶无所谓，你得到一点啊受用。你若是恶伤深，你若不甲伊参详，我相信伊真无欢喜啊。伊那无欢喜，身体小可给你摇一下，就大地动来咯。对，这所在你就想到咱老祖宗有智慧啊。老祖宗咧，昆山的时阵，先爱去祭山神啊，无迷信呐。有家那是要凑几丛啊树啊，来起一个小茅棚。不够多人啊，三天以前你看到一堆几丛树啊，还去坐啊，哎，去受供养啊，去诵经啊，念咒啊，给伊啊，回向给伊啊，才去搬厝啊。三天以后才来找这丛树啊。佛讲啊，真清楚啊，这个树啊，只要灌溉一个人啊，都会有树神啊。现在咱知影就是什么款代志咯？对，要有礼貌，
对爱尊重，咱爱呀，伊也爱咱，未出代志啊。现在人相信科学，对爱完全拢唔相信咯。咱啊，希望量子力学赶紧发展。三五年当中啊，普及全世界，大家也拢知影咯。啊，拢知影讲，所有物质现象，拢总有精神的作用，就是拢总拢有受相形式啊。啊，咱学会的人明白咯。啊，咱做这个实验嘛，做了十年咯，十年真正有成效咯，不可思议啊！我去澳洲十年咯，每年要做十周年纪念。啊，我在澳洲有一个真大的菜园，种的品种真多，种的树木有三十外种，几枝树啊，当年丰收啊。啊，阮带遮个青菜啊，即、这个花草树木啊，恭敬供养啊，照顾啊真用心。而且每一个小谷里拢放一个念佛机，整个菜园啊，这树那个当中拢会听到呼呼。阮啊无用化肥，无用农药，用化肥用农药啊。对不起植物啦，为什么你害呀、啊？你提毒去害呀、啊？伊迄个菜内底生的时阵嘛是有毒啊，所以啊，你来食落会破病啊。那难唔通害伊啊？伊也袂害人啦、啊。伊生个比阮这个附近的遐个菜农生个更加好。伊来阮这边来参观，问阮看安怎种，为什么种个遮好？啊，阮啊就甲伊讲，无用农药，无用化肥，用阿弥陀佛的这个念佛机啊来供养因。啊，所以阮啊无农药啊，有这个糖无？有啊，糖啊，啊，阮是啊为这个小区啊，这个区阮啊非常用心来个照顾啊。啊，种这个菜专门是要供养这个糖，伊食拢去迄地去食。啊，隔壁这边啊，唔是要互你食，伊未来啊。所以啊，甲糖啊，你相处啊，比人较好相处，听话啊，真有信用啊，刚性朽木啊，鸟啊嘛是安尼啊。你看阮这个几枝树。唔要用物件去个包起来，无需要啊。甲鸟啊嘛有用啊，阮有几落丛，每一种个品种拢会有一两丛啊，留互只鸟啊。你食个时阵专门去遐食，啊无指定要互恁食个，啊恁会遵守约定啊，伊袂来食。所以阮当年丰收啊，即鸟啊啦、虫啦拢真快乐。啊，阮是共存共赢啊，和睦相处啊。啊，阮该保护伊啊，对阮真尊重。你讲这偌好，唔能去伤害伊啊。特别啊，是讲无用啊，化肥无用农药，啊，阮对得起大地，这个大地啊。是咧保佑咱的啊！啊，若用这个农药化肥的时阵，是毒害大地啊！啊，你今年种的这个物件未歹，佮加两三年你就袂当种了。为什么？土地内底有毒啊，袂当佮种了。那是啥人做的业呢？都爱生灵啊，自作自受啊！所以今仔日啦，今仔日的人啊，真害咯！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唔相信圣贤，
会尊重，那可是未尊重人，未尊重动物，随便的去甲杀害，无尊重花草树木，无尊重山河大地，这会出这么多的代志啊！你看卖伫世界上啊，是不是会当真正找到八千多人才的菩萨啊？活菩萨来救这地球啊？那若找无这地球上的灾难啊，真正出现啦！如果啊，真正会当找到科学家，伊那所讲的这些数据，八千人以上来讲，试看卖啊，咱啊，哎呀，祈祷啊！啊，真正改过自新，然后修仙，啊，这功德回向好地球，回向好一切众生，无听到会有救啊！这个概念，这是佛菩萨的概念啊，这是正确的正念，都是平等普照，无优劣亲疏，无分我彼此，真正看变化界、虚空界，甲家己是一体啊。而且真学佛啦，真学佛的人，他有一件代志，甲贪嗔痴拔掉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一世人，可能实现，你看伊生活偌简单，你终于是。九卡以上，三一一八，快乐无比啊！你呀、啊，何必啊？以万公用有遐尼多财富，你呀、啊，这真糊涂啊！迄财富敢是你的呢？啊，咱伫江西，我嘛讲真侪摆咯。你身躯的那袋仔内底，咋偌侪钱呢？那是你的，无伫你身躯，那拢不是你的。你知影无？我身躯穿的衫，衫是我的，无穿你身躯的时阵，不是我的。你住的这间厝，这间厝是你的；离开这间厝，这个厝不是你的。你都爱啊，相助如习惯啊，你就啊，地就相乐咯。你要地搁较多，唔是你个啊？更地银行内底无用，唔是你个啊？银行会倒去啊？现在这个金融危机，外国银行倒的真多啊。什么物件是真的呢？啊，这讲你的是真的，是家己的。你会孝顺父母，你会尊重长辈，你会爱护一切众生，这个功德啊，咋会起的？这是真正都是你家己的。啊，生活之物啊，拢嘛是假呀，一项都咋袂起啊？这是佛法里面常讲的，聪明的人、有智慧的人，爱做早会起的代志，早未起千万都唔能去做啊！下面啊是回溯我，电工有四义，第一个是速则义。你太紧了，
我拄则甲诸位报告，弥勒菩萨甲咱讲，一旦止320条的生灭，这个速度是太紧了。第二个破暗仪，叫破黑暗嘛。因心的意思，就是智慧破迷的意思。那哪一般人会去颠倒？你那个君在哪位呢？这不能不知道，你那个君就是贪吗？你看佛法，那这个排在三毒的第一位，你为什么迷？就是因为你有贪心，贪心愈重，迷个愈深。啊，你做业也愈重。第二也是嗔恚，贪未到就发脾气，贪到了就未发咯，所以根本就是一个贪的。啊，所有的这个一切恶业、不善的行为，拢嘛是对这个贪衍生出来啊。所有一切善的行为，拢嘛是对这个爱衍生出来啊。有助亲，一、那个亲爱，那是啊，一切善法的根啊，那善根啊。这个贪是所有一切恶法、不善业的根啊。啊！咱修行先把这个歹根拔掉，爱拔这个根，你大圣就爱知影地足，地足上乐啊！难道不求品足高啊？你有100万的财物啊，你还搁咧想要贪，你人品无咯，你还不知足啊？世尊甲咱示现，你就是知足咯。佛祖菩萨要来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，伊先住伫倒位？那是道是天呢、啊？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地足啊！你看表法的意思啊，心爱的道是天，主足。道是天是有咩四清黑啊？主足，再落来到这个人间来实现成佛，来实现也是地足啊。咱来啊，细心去体会啊，这用意真深吗？家己哪有剩呢？爱分乎遐个无够的人啊，爱帮助因啊。死啊，会吃亏啊，愈死愈罪啊，死在的。财富、施化的聪明啊、智慧，是无畏的健康长寿啊。啊，财富、聪明、智慧、健康长寿，是你梦寐所求的啊！你为什么无要修这三个因呢？修这三种因啊，得来就是。正财啊，是你啊应该得到呀。如果唔是啊，对修因啊，你啊得到财富，你的财富唔是你的。
这来知影，尤其是用不正当的手段，想得到的财富，那叫做啊做罪业。做罪业会当得到未？得未到。如果真正会得到呢？做罪业也用呢？真正发财咯，得未到呀？所以用无正当的手段。你就会在乎，也是你命内底有的啊！你讲你有冤枉无？无用这个手段的时阵，伊嘛会来啊，来的可能更加多。为什么正常的啊？用无正常的手段得来啊，已经啊是怕折扣了。回见咯。你命内都有一百亿，你无正当手段，你只得了五十亿，啊，就感觉了不起咯。其实你已经亏一半咯。你唔知呀？好菩萨。也满足一切众生的欲望，以行善众生随喜功德啊！你想求发财，佛菩萨也会教导你啊，帮助你，所以生财有大道啊！菩萨教你什么呢？教你啊，修财布施。你命底内底有什么有财呢？积极行中真爱啊，修财布施。这一生当中，你命底对有灾苦，无论从事多一个行业，你拢会赚钱。命内底有的啊，命内底若无，无论啊做什么生意，拢卖死本啊，伊袂赚钱啊。这个道理，咱都要清楚，要明了。所以，电工是有破灭的意思啊，叫破黑暗嘛，有破灭开悟的意思啊。第三个不足，这个不足就是伊听未调，亲像闪电，这个线就无去了。念头，这个、意念，比电工也更加紧。科学家不过甲咱讲的啊，物质这现象唔是真呢。真正亲像闪电咁快，伊的速度太紧了。所以咱看到物质现象是真正最恶，意念啊、累积啊，这看会到。弥勒菩萨跟咱讲这个数理，320条的意念嘛，累积起来，像闪电同款。闪电无单止遮紧啦，若像闪电即款的，闪电至少有一秒钟、半秒钟，若是一秒钟，但较紧的即个人，我会断四摆一秒钟，我相信啦，有人会超过我咯。如果会断到五摆，一秒钟断五摆，一摆。320条乘五，1600条。你看一秒钟啊，一秒钟啊，乘灭1600条次，这紧的速度，这多念头意念累积起来，
伫一秒钟就会看到。啊，咱现在所看的这个物质现象，你就知影讲，迄是偌济意念啊，决定啊，唔止啊。2600条的意念累积起来，连续的现象是什么点呢？然后你就看到咱这个物质现象是偌多，这是和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咯。啊，佛经上讲的无错啊。所以念念不住啊，因为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佛才讲出，凡所有相皆是如梦，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啊。佛才讲出这个话啊，600观大不济，终结。我甲伊总结出12字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甲你讲真相啊，不可得啊！你都要放下咯，放下你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就甲佛菩萨同款咯。如果真正会当得到，佛菩萨啦，肯来放下，无道理啊！佛菩萨看到事实真相呢，确实是不可得，连这个身体都拢是不可得，一口气呐喘未起来，就是来世咯。这个身体哪里是家己的呢？一口气无停啊，身体是你家己的。这口气若停了，身体都不是你家己的了。所以佛家讲了，生命的呼吸之间呢，然后咱才知影，咱的生生世世生活的什么，生活的这个幻想的。境界当中完全无实在啊！真相是什么呢？真相是空啊！万法皆空，是真相。啊，这个空无当作无讲啊！这个空内底有刹那刹那生灭的幻象。因为伊啊念念不住啊，所以佮叫做空啊。第四个无分别义，菩萨一念一时，何止十方世界，相共用诸佛下利益众生，无有出离煎熬相，如电速劫，菩萨灵教。诸佛慧令破众生暗，如电破暗，菩萨令化无量心，应现弥顶刹，无有住处，无有定界，如电极空中，无所从来，即无定界，菩萨平等，无有。先处何必令分别心？如电光照物，无彼处先何分别？这段解释真好啊！会啊，回说来对啊，这段解释啊。
电工这四个意思说明了，菩萨啦，一念一时啊，这四字啊，较未了解啊。这四字是真话啊，念只有一念，时啊只有一时。一念一时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迄个一念一时啊。所以佛的经上，经一个开头一定是如是我闻一时。伊无讲年月日，年月日是假啊，唔是真呢。讲一时是真呢。一时是念起念灭的时阵，非常非常的低啊！一念一时就啊，普济十方世界。这都是法门观想讲的周遍法界啊！一念一时周遍法界。这是西方世界众生有感，众生有感吗？诸佛如来发心菩萨都有应啊，也应化到这世间，帮助这个一切众生。干我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众生拢是迷啊，十法界拢总是迷啊。只有迷的轻重无同款，十法界人自性法界迷较轻，六道迷较重。这个心法界会使讲，就是迷我轻重无同的形成呢。迷上轻呢，心法界里面的佛法界；迷上重呢，是阿鼻地伽。地伽当中的阿鼻地伽，迷我啊，无同的念。如这一卦无其他无同款的呀，没有无同啊。佛啊，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安那帮助呢？啊，帮助你破迷开悟啊！菩萨怎样？你啊，所有一切苦难是因为迷才造成呀。啊！你所有一切乐，就是感悟造成的。只要你对一些感悟起来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诸佛菩萨帮助一切众生，用什么方法？用教学。释迦牟尼佛做出模样给咱看，对实现开悟迄天。伊啊，三十岁开悟，开悟就教学。大圣就帮助，伊出来参学的时阵，因老爸真爱护伊啊，派几多个人陪伊啊，一共是五个人。三个是家族，另外两个是因老母的家属。这五个人来陪伊照顾伊，
那这五个人在路亚湾修行，伊会开悟咯，大声去度这五个人。帮助因啊，不必开悟，真难得。姚丁如将佛说法，头一个讲我正阿罗汉故，啊，就是讲真正啊，对世出世间这一切执着放下了，会搁再执着咯，执着放下就正阿罗汉故，真正觉咯。无上正定正觉，伊就成正觉咯。这视线互咱看呀，这个恩惠太大咯，比父母的恩重啊！父母生咱这个身体，无办法教咱超越六道轮回啊！佛菩萨会帮助咱超越六道，永远袂搁再去轮回咯。只要你会当啊放下执着，无世出世间一切法袂搁执着咯。真正做教师员，什么都拢好。日常生活当中，遮个逐项拢好，无执着咯。穿鞋嘛，逐项拢好，免去挑挑拣拣的。虽然道理啦，永远保持家己的清净心，执着啊放下，心就清净，袂搁再互世法所染污啊。即个啊，自私自利，明文利用。我有六顶贪心痴慢，拢总是念污啊！这物件未过在念污里咯，得清净心咯。上供诸佛，这是啊，啊众生做一个榜样，先教大众修好敬。对都要学起呢，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对家家起呀，这是世出世间教育的大根大本。人做过啊最好事。对社会做更加大的贡献，如果不好父母，也不敬老师，你也先无根啊。无论做偌大善事，伊无根，唔是真善啊。伊教学，甲遐人不好父母，不敬啊，师长来讲，将来是甲伊同款，学更加好。拄到重名教理，伊就会变心咯。为什么变伊类无根呢？伊若是有根啊，永远都袂变呐。为什么会想到啊父母，会想到老师啊？那如果若变心去做歹代志，那对得起父母呢？那也对得起老师呢？想到这地啊，伊啊，迄、那个欲望啊就会降低咯，也未歇啊就会降恶咯。所以佛家众生头一个啊，一个修降伏啦，这是假修好敬啊。下面你的众生。佛的身故意业三业，就是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、
绝对啊，是为着你的众生想的，想办法啦，你的众生讲的话是你的众生，做的代志是你的众生，有众生无利益的绝对袂做，你啊绝对袂去想伊啊。啊，在这个内面，就甲这医生。到黑啊，度众生恭敬咯。这是思想表现呢。民国在讲理啊，虽然有这些思想，无出力，真后的相啊。菩萨心平定啊，这就是讲啊，伊也无分别，无执着啊，伊心永远是清净平定。而且速度非常紧，如电速疾，这是讲感应。众生只要有感，菩萨立刻都有应。佛法内底嘛有一句话，咱来明白，就是佛道有缘的人。啊，佛啊无缘，佛如缘无，佛如缘啊，啊，所以有缘啊，虽然有缘，那无缘的人伊未当去啊，觉察到啊，伊得未到利益，这就是啊，以前啊，将个大师讲的，伊啊业障太重。不是无感应啊，业障太重，障着伊啊，也得未到佛菩萨的感应啊。业障啊，轻重的人，而且麻烦啦、啊。伊啊，求佛菩萨，佛菩萨的感应伊收未到啊，但是魔看到咯。我看到的时阵啊，我来用啊，伊一拍即合，我来用什么呢？作成伊啊做歹代志，所以啊，有人咧做歹代志，这亲像伊这言啊，真殊胜诶，什么妖魔鬼怪啊，善有善的感应，恶有恶的感应。哦，内面有善心，佛菩萨啦，未当帮忙啊。可是妖魔鬼怪得去变咯，这是咱啦未当讲唔知影呀。所以菩萨灵照诸佛慧，这就是呀、啊，这个呀、啊，普及十方世界。灵破啊，众生暗，菩萨终不离心行缘教啊。他为人师，因为世欢，永远甲社会大众做正面的好朋友啊！这是真正的佛道。如电破暗，亲像电工同款的照破黑暗。黑暗是迷啊，
佛光助教啊，或者心行言教，就是光啊，就是佛光啊。你哪会当啊去体会到？咦，也明白感悟咯。自然，你行就无咯。啊，破灭咯，恶就无咯。恶的因无咯，恶的果报也都无咯。菩萨能化无量心，应现弥顶刹。这是啊，讲也心通独立，不可思议。弥顶内面有世界，这件代志，用自己看到弥顶，也无发现弥顶内面有世界。佛讲弥顶内面有世界，啥人会当进入弥顶世界呢？印象讲啊，真清楚啊，普贤菩萨啊！你看这篇德尊普贤，普贤菩萨的神通，会入弥顶内面的诸佛世界，无有住处啊！这句话含义非常的深。那现在世间，一些颠倒的众生，这是咱真容易去体会到。先爱呀，找一个住所啊！希望住所愈大愈好啊，上好是住皇宫啊。诸佛菩萨，你也知影无住处啊？这是啊，聪明啊，无住处是咩？无负担吗？你知影讲，你有一个住处，你都爱住愈大。你啊，偌辛苦呀！早年我伫美国四国的钢筋，拢啊住伫东海因岛，厝拢真大间啊，人阁真少，夫妻两个人，带一个囡仔，两个囡仔，无请人太贵咯，请袂起啊。礼拜日。找一个临时请的人，在美国找临时工，那个工资是用点钟来算的，一小时多少钱，让他也来帮忙，自己也做几点钟。可怜啊，所以我那时候我在那工经，我就问他说，到底是你在站厝，还是说厝在站你呢？啊，侪人已经变作这个厝的奴隶咯，逐天爱去个照顾，爱去个摒扫，时间都浪费在顶面，这不是中国人啊！中国人不爱做这款代志啊！古早时呢，中国人真爱住伫什么呢？住茅棚啊！茅棚简单啊，冬暖夏凉啊！哇，细汉时阵。十岁离开故乡，换一句讲，我十岁以前是住茅棚，茅棚是家己搭的啊，无需要找什么，砖卡几个人拢会晓做啊，土墙用这插棒搭起来，其中填土，土墙真高啊，冬暖夏凉啊，顶面砍稻草，真简单，
真爽快。厝细一间，厝内加一个人，边个加起一间啊？哇，省事的呀！讲啊，技术带予咱的麻烦啦、啊，大腿啊，辛苦啊，身心不安啦、啊。伊看小马棚住甲偌爽快，睏甲偌暖和，迄、那个大厝睏甲袂爽快，每工操心啊，梦念真多啊，这心情袂落来啊。食物件愈简单愈好，愈健康。每工食遐尼多菜，食甲规身躯拢是病。尤其现在饮食真可怕。我看到东北啊，这个正宗东学老素芬技师，伊甲咱讲呀，伊请朋友食饭，好朋友啊，请因兜食饭，就是、一个菜。诶，朋友讲啊，这个菜敢有够呢？无够，加佫差一点啊，也是这个菜，是啊，就是这个菜。哎呀，讲啊真清楚，伊讲招待人客，这个菜是甚物？豆菜炒豆干丝，就是这个菜，真省事啊！我伫澳洲有一天，阮迄大学校长请我食饭，吉利飞书大学校长真难得请我去因兜食饭，因翁仔某两个人落灶卡。啊，阮是两个人客，两个主人，偌济菜呢？两个菜，你看偌简单啊，食个真爽快啊！阮校长家己煮一个菜，太太煮一个菜，两个菜。这啦叫做啊，过日子啊。生活当中都爱得大自在的才好啊，才舒适啊。所以讲啊，没有住处啊，没有定居，定居啊，定居就是咱今天讲的有条，感应啊，无有条呀。为什么无住处呢？莲花界、虚空界都是伊的住处啊，伊未断的是位啊。变化界、虚空界啊，都这所在有感，都这所在都有因。你看伊偌自在，伊若有住处，伊就袂当讲有遮尔大个自在咯。无定调，是讲伊来真紧。所以呢，下面即个比如讲，如电击空中，无所将来，也无所去啊。啊，今仔日。时间到了，咱也就学习到这地啊。明仔咱也可是啊，对这句来讲起啊。